省嘅黄山，大家都好熟悉啦。神武同埋云海就更加吸引咗唔少嘅游客添。长城嘅兴建本来就系为咗抵抗外敌嘅，但系而家就变成咗好受欢迎嘅古迹啦。石林就系喺云南省嘅，咁亦都系一个旅游嘅圣地嚟。呢个就系三塔寺。在云南大理苍山的山脚，五代那时起的大塔就有 69.13 米高，而两座小的呢都有 42.19 米高。苍山山顶常年都是积雪的，这里最出名的就是大理石。这些晶莹通透的宫灯是冰雕来的，几靓，栩栩如生。咁各位就千祈唔好误会我哋呢套戏系介绍风景喎，我哋只系想话俾大家知道，风景靓嘅地方往往就系武术嘅发源地嚟。所以以前嗰啲人话上山学法就系咁解啦。武术就系中国宝贵嘅文化遗产之一，而且仲系一种好有民族特色嘅体育项目添。好多细蚊仔甚至啱啱识学行冇几耐嘅，都开始练习武术。咁一方面就为咗自卫呢，而另一方面呢就为咗健身。比赛赢咗仲可以光宗耀祖，你话有乜嘢好得过呢？中国武术分开好多门派，而最出名嘅咧就系少林啦、武当、峨眉，另外仲有八卦同埋太极添。你哋今日有眼福啦！一阵间你将会睇到佢哋最精彩嘅绝技。而讲到练习嘅形式，可以分开个人、对练同埋集体练习三方面。另外又可以分徒手同埋器械嘅练习。每一种形式、每一样器械，我哋都会逐一为大家介绍。好多武术都系模仿动物嘅动作嘅。咁喺呢套片，大家可以睇到鸭拳、鹤拳、狗拳、螳螂拳、鹰拳、蛇拳同埋猴拳等等，仲请到好多名师为大家示范添。呢一位表演紧长剑嘅就系潘清福，大家在少林寺嗰套戏嗰度都欣赏过佢嘅功夫噶啦，佢嘅剑法可以话真系出神入化嘅。跟住呢套就系番子拳，佢嘅特点就系够爽、够快、够硬，功力相当深厚的。这间就是用很大嚿的冰块堆砌成的碧玉宝殿，玩紧龙行大刀的就是刘志清，那把大刀成十几斤重，刘先生差不多成百岁，居然还攞得起，而且还挥洒自如。你们这后生仔见到觉不觉得惭愧呢？一寸一挂，一劈一点，招招都恰到好处，问你服你？唔服啊？咁啊，睇埋呢个九十岁嘅阿婆啦，佢嗰对双刀已经练咗几十年噶啦。你哋以后仲敢唔敢睇小啲老人家？中国武术有好长远嘅历史噶啦，由北京人用石器木棒打猎开始，至到战国时期采用各种刀枪剑戟嘅兵器，初步就形成咗武术嘅形式啦。
到了东汉，由这些画像就看得到已经有凶手和兵器的对打。到明朝后期呢，就更加出现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武术。戚继光著的《纪效新书拳经摘要篇》就记载了十六家的拳法，少林的内家拳亦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少林寺是在河南省登封县嵩山的五雨峰下面，公元495年开始建造，差不多成1500年历史的了。第一个正式的掌门人呢，就是印度和尚达摩禅师。寺院入面保存了一些文物古迹的。这些并不是什么宝塔来，是少林高僧的坟墓，到现在都还有200多个那么多。这个碑林有唐宋元明清几个朝代的名书法家的笔迹。唐太宗亦都亲笔写了西文两个字，这个就是李世民，靓不靓仔？壁画上面全部都是少林子弟练习武功的情景，少林的功夫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整理研究和发展，令到内容非常之丰富，而少林拳就更加成为对中国武术影响最大的拳术。少林拳的特色就是结构紧密，招式变化多，运用起上来灵活，所以在外国尤其是日本都好受欢迎的，好多国家的高手都会访问少林寺。少林拳无形中做了促进国际友谊的媒介，这套拳是达摩禅师面壁十年创出来的，当然有翻咁上下。这些就是十八罗汉像，想看过那些罗汉像之后，你觉得这位仁兄像不像罗汉？他现在在练习罗汉拳，软硬兼施，拳脚交叉。而罗汉坐卧起伏每一种姿势他都表现得很生动，可能因为日夜对得多都唔定呢。跟住呢一套就系五祖拳，综合咗白鹤、猴、罗汉、达尊同埋太祖五种拳创出嚟嘅，稳手突击，出拳快而准。俾佢打中都几系啦！头先就系短打啦，而家就系长打啦。呢位后生仔打紧嘅就系长拳，亦都即系茶拳、华拳、炮拳、红拳。同埋少林拳嘅统称嚟，长拳嘅特点就系姿势流畅，动作灵活，出拳快而且有力，节奏显明，尤其是注重跳跃嘅功夫。
就属于长兵器之一，打法有好多种嘅。虽然棍又唔及得刀剑咁锋利，但系胜在轻，所以呢就够快。剑虽然可以断棍，但系棍呢一样可以震断剑。呢一位就是世界全国女子全能冠军嚟，佢手上嗰把单刀闪闪生光，嗨到都唔掂啊！嗰啲登徒浪子想话接近佢，唔系唔得，你都知道下一句系咩嘅咧？难啲啫。沙都是一种功夫嚟噶噃，好似赵长军玩紧一套地躺拳咁，即系成日喺个地嗰度碌嚟碌去。咁立下眼睇落去，好似跌亲咁，咁或者有嘢辣亲佢脚要跳起咁。其实呢种功夫嘅难度好大。技巧要相当好，才可以打得咁出色嘅。跟住呢位亦都系冠军人马嚟嘅，佢练嘅系一种软兵器九节鞭，犀利咧！相信初学嘅人好容易就会成身损晒。但是偏偏有很多小姐喜欢学这样东西，你们觉不觉得可惜呢？不养苏眉，这个就是女篮拳王王慧珍啦。哇，个样好像张艾嘉喎。佢除了劲力十足之外，姿态亦都相当优美嘅。同佢拍拖好啊，因为唔使你保护佢嘛，佢都可以保护翻你啦。哇，一个打两个添啊，一定啲冇返咁上下功力，点攞六次冠军呢？有呢三位就是北京队的队员，揸三字棍那个对付其余两个揸盾牌刀和棍的队友，真的用眼观六路打醒精神就得啊！你看看他那些三字棍，时长时短，运用得几纯熟，不怪得招招都有惊无险。王建军和余少文头先已经单独示范过棍术和长拳了，现在就来一次较量。
虽然嗰支棍舞到出神入化，喺余少文唔单止应付之余，连个棍都抢埋。双方嘅动作都系咁敏捷，有时真系分唔开边个打边个。这个小路仔年纪轻轻，但是身手不凡嘛。你看他舞动手上的那把刀，闪闪生光，舞起上来还劲到十足。是哪个来呢？唔讲你哋唔知啦，原来佢就系八岁时候嘅李连杰，而家当然系国际舞星啦。咁呢啲片段就系当日佢嚟香港新光戏院表演嘅，咁当时已经系轰动香港武术界，佢嘅表演仲引起咗全场观众嘅热烈掌声添。冰冻三尺当然是非一日之寒啦。李连杰由细就喜欢武术的了，武术可以说是他的第二生命。无论他去到哪里都好，从来都没有放过练武的机会的。他的一招一式真的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换回来的了。李连杰的武术无论在拳术或者是兵器那方面都有惊人的成就的。英雄出少年，他连续五届夺得全国武术比赛的全能冠军，真是难能可贵。真功夫进军影坛的第一套电影就叫做《少林寺》，这套片扬威四海，到处都打破功夫片的纪录。他现在不再只是光头和尚了，头发和常人那么多。他最近拍了一套叫做《少林小子》的影片，他在戏里面就当小子。你看他跟他的同门师妹黄秋燕不知道口噏噏讲些什么，虽然又不知道正确的内容，不过有样东西可以肯定，就是当然不会约他今晚看戏吃饭之类呢。这套《少林小子》很快就会在香港上映的了，到时你们千万就不要错过了。李连杰之有今日，和他有幸福的家庭根本就是有很大关系。你看他们多开心，他两个哥哥姐姐和他的姐夫还有他的妈妈，为了庆祝他19岁的生日，特登包些饺子给他吃。但是在这么高兴的日子又受到这么好的对待，哼，就算生乜都抵啦。李连杰除了在屋企苦练之外，他还要跟其他的师兄弟一起接受教练的指导。
吴斌教练向嗰啲队员讲解同埋示范，佢嘅要求系相当严格嘅，啲咁多差错都唔可以有，全部嘅队员都要跟咗佢嘅指示去做。咁呢一队咧就系北京嘅武术队啦，佢哋先后得过十次全国武术大赛嘅团体冠军。哈，佢哋嘅成功并唔系话靠运气，而系靠日积月累嘅练习得翻。而家啲队员咧就喺度练习紧基本嘅动作。咁谢志华亦都系北京队嘅主力队员嚟，连续攞咗四届全国女子全能冠军，就成为1983年最高荣誉嘅优秀运动员。负责训练佢嘅就系李俊峰先生，佢做紧嘅转体动作难度相当之高，不过难度越高，谢志华就越系反复练习。加入北京队之后，每一个队员都要好勤力咁样练习。首先就加强自己嘅体力，尤其是腰力同埋腹力，然后就开始做基本动作。学武嘅人最紧要就马步够稳，每个动作都要练到好纯熟嘅。嗱，跌低都系一种练习嚟嘅，如果唔识跌嘅话，好容易啊断手断脚添。各种器械亦都系佢哋练习嘅项目之一。至于拳术啊，当然唔可以缺少添啦。大家对太极呢个名词应该好熟悉。其实太极就是明末大将陈王庭由戚继光那本拳经里面拿了29招出来所创的一种武术，后来就演变成为杨、孙、吴、陈四大派。由于太极可以强壮身体，还可以治疗很多疾病，所以就好受中外人士的欢迎的。而家就是杨氏太极拳第四代传人杨振峰示范杨氏太极拳。他戴上来好舒展，好自然。这位阿婆已经70岁了，原来她就是孙氏太极拳的祖师孙六堂的女儿。哦，难怪得一进一退都这么有分寸啊。跟着这个阿婆还犀利，79岁的了，但是马步一样是这么稳。他示范的就是吴氏太极拳，看来他有100岁命都不奇。陈氏太极拳应该是最正宗的太极拳。这个陈小旺就是陈王庭第19代的孙，他的功夫可以说是祖传的。最出名的就是螺旋前施功了。乜佢哋咁客气呢？推嚟推去咁做乜嘢？咁其实呢种系太极推手嚟，主要就系令到对方失咗重心跌低，咁自己就有机可乘。唔好以为佢哋软赖赖咁啊，发起力上嚟啊，可以将对方推到成10几尺以外。示范紧推手嘅冯志强，13岁开始就学通臂拳同埋心意六含。22岁就跟陈王庭的第17代传人陈八科学陈氏太极，真的可以说是身怀绝技。什
1981年仲曾经将一个所向无敌的美国大只佬打低，他的名气于是就更大了。陈小旺而家教紧嗰啲日本人学紧太极，正如我头先讲过，好多外国人都好中意学太极拳噶。不过你哋睇下，硬手硬脚咁，简直唔系嗰皮。学功夫就不是一招一式的，尤其是太极这种武术，易学难精，没回那么上日子的磨练都不见得人。正如玩小提琴一样，有些就拉得鬼那么好听，有些就拉到好像汤鸡那么的声。连日本的官身名流都要坐包机过来学，你说有没有用得好呢？太极除了拳法之外还有剑法的。少林太极都应该轮到峨眉了吧。峨眉山在四川的峨眉城西边，是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最高的万佛顶海拔成万尺，真的可以说是高高在上。山的气势加上环境的幽静，当然吸引了很多人在这里练武啦。而报国寺、清音阁亦都成为游客参观的对象。至于峨眉派武功的特色又是怎样，同少林太极又有什么分别呢？我们不妨大家研究一下。现在黄小峰打紧一套叫做等桩拳，是属于南派功夫，最特别的就是以守为主，敲准机会才进攻。等桩这个名字真是没有改错的。他们不是打架，是练习火龙拳。火龙拳就分开走、定、闪三种步伐，他们练的是走的步伐，想学一套拳看来都不易。这位阿伯已经70岁了，他有个花名叫做老猴王，他玩这套猴拳还是这么灵活轻快，身手还是这么敏捷，姜越老越辣就是这样了。一个冇功夫根底的伯父咁样跌法，相信都冇乜得正。接着这个就是近代的猴王洪长贵，他在峨眉山无意之中就识到一班马骝，还做起朋友上来，大家互相切磋武艺。
洪长贵的猴棍玩得咁出色，都是全教班马骝所赐的。他的一举一动真是似足只马骝，你们不要以为灰鞋啊，其实他棍棍到肉，招招攞命的。只只马骝都睇到眼定定，仲静静地话俾佢哋娘亲知，嗰个人落晒我哋啲嘢。白蛇传呢个古仔你哋听过嘅咧？白蛇修炼成精嘅地方，你哋有见过未呢？这个峨眉山嘅白龙洞就系啦。这位姑娘而家喺洞入边练紧一套蛇拳，咁顾名思义，当然系模仿蛇嘅动作啦。你睇下佢嘅神态几逼真，姿势几优美，十足系跳紧蛇舞一样。啲蛇球上面嗰啲青苔好滑噶，如果马步唔稳，跣一嘢嘅话咧，真系边度都唔使去。峨眉刺大约30公分长，两头尖嘅，中间有个环，系套喺中指嗰度。利用腕力就好似车辘咁转动。听讲7合52入边嘅掌皮就系用呢一种兵器。玫瑰花嘅刺俾佢吉一吉都会好痛啊！但俾呢一种嘢吉亲嘅话，你哋想想会怎样。短穗剑是一种短兵器，又叫做白隐之棍，特色就是轻快、敏捷和潇洒，而且变化多，适合女性玩，可能因为女大十八变。好多女性唔单止玩短剑，长剑一样系咁中意玩。好似呢位小姐咁样，佢仲玩够两把添。佢嗰对剑同普通嘅剑唔同嘅，呢对叫做长穗双剑，系双兵器之一。剑身虽然系软，
但系杀伤力相当强嘅。伤兵器除咗长水伤剑之外，仲有伤鞭。冒起上嚟，跌一声咁，俾佢扫一下都唔系讲玩嘅。初学嘅人唔使问，一定会打到自己全身损晒。但系呢位小姐练咗好多年嘅啦，嗰对鞭已经听晒佢话。你话三个女人就一个去，但呢三个女人一见到面粒声都唔出，净系用佢哋手上嘅兵器嚟一较高低。有人话女人打起交上嚟，有时仲狼过男人嘅。不过咁，如果佢哋唔系三缺一嘅话，咁又唔会搞到刀枪相对嘅。开台打翻几圈好过咧。五台山亦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在山西省五台县的东北边，由五座高山组成，山顶是十足平台一样，所以就叫做五台山。这里的风景山明水秀，难怪当年杨家将之一的杨五郎会揀这里出家做和尚。而梁山好汉花和尚鲁智深亦都是在这里修行的。咦，唔通鲁智深翻生？咁当然唔系啦，呢个肥和尚只系学鲁智深嘅形象啫。你睇下佢一拳一脚都系力嘅表现。呢位阿伯用嘅兵器就叫做月牙铲，鲁智深亦都系用呢种禅杖。咁最出名嘅招式就包括有童子拜佛、乌龙摆尾、二龙担山。十个八个大汉都几难埋到佢身边嘅。杨家枪就系杨五郎最拿手嘅好戏嚟，枪就系所有兵器嘅祖先，玩枪嘅人就等于一把弓，手上嘅枪就等于一支箭，即系话分分钟可以置对方于死地，而杨家枪法嘅威力就更加惊人。三支棍亦都系软兵器嘅一种嚟，用铁圈将三支短棍连接成嘅，练得纯熟啊，可以伸长缩短，令到对方防不胜防，的确系好使好用噶。我哋又见到北京队嘅表演啦，
赤手空拳对抗长枪，真系唔讲得笑啊！就算系练习，都要打醒十二个精神啊！因为闪慢啲咋，个身就会开个窿啊！何况仲要将对方嘅枪抢到手，冇翻咁上下功力，都几难做得到。呢一度就系梁山啦。咁梁山亦都叫做水泊梁山。呢一条叫做宋江马道，一直通过嚟呢一边嘅呢，就系宋江寨，就系当年108个好汉集合嘅地点。呢度地方相当大。芦苇草亦都相当多，有山有水，形势好险要，所以喺北宋时代，梁山人马就喺呢度做大本营嘅。咁黑风口就系黑旋风李逵负责把守嘅关口嚟，后人同佢做咗个石像，你睇下，揸住一对斧头几咁威风。咁斧头又唔系净系要嚟斩柴用嘅，打起交上嚟，亦系一样好犀利嘅兵器嚟噶，将对方当柴一样斩开一碌碌。个细路仔喺度做紧乜嘢呢？原来佢系学打虎英雄武松嘅一套拳法。武松当年双手有枷锁，只能够靠对脚同埋手踭去制服敌人，直至到解开枷锁为止。咁于是乎就创咗呢一套脱扣拳啊！跟住呢个片段就系模仿梁山女英雄武夜叉孙二娘揸住两把刀同揸住大关刀嘅官兵对抗嘅情形，真系学得似模似样。夸虎双拦系中国古老嘅传统兵器之一，形状相当古怪，有勾亦有圈，能攻亦能守。拐呢种兵器呢系丁字形，多数就用一对，同时招式就变化相当多。跟住呢一种就叫做牛头铲，又叫做明乾坤剑，咁仲有个名叫做六角刀，形状就好似龙爪，系一种小型嘅兵器嚟嘅。啊，呢种勾都几特别噃，有块布仔喺上边。目的可能是令到对方眼花缭乱呢。不过玩呢样嘢通常呢都是人道勾道，勾道亦都人道，成日跳跳扎咁都挺好睇下㗎。刀同埋鞭夹埋一起用係好少见，因为一硬一软，难度就好大㗎。但是现在表演的这位小姐，她的动作干净利落，刀鞭分明，的确是难能可贵。兵器就介绍了很多了，现在等大家看看用普通工具来对打的情形了。一个就用大铁锤，而另一个就用弹挑，不过都打得难餐的。他们的动作都挺灰鞋野笑，不怪之得这么多人看呢。看完少林和峨眉之后，现在带大家来看看武当山。这个山是在湖北省的昆原，有72个山峰那么多，个个都很险峻，
而且仲好阴森恐怖添。呢间庙系用金同埋铜做嘅，照常理推断应该铜多过金，唔系就摆得咁耐。呢一度以前好多道家都喺度修炼，明朝嘅张三丰仲有真仙之称添，而家呢就只系剩翻头先见到嗰个道士啫。武当派嘅武术最出名嘅就系武当剑，大家不妨欣赏下先。呢位小姐玩紧嘅就叫做长穗剑，每一个动作都系好稳健，而且俾人一种潇洒豪放嘅感觉。佢曾经攞过好多次全国冠军噶啦。嗱，你哋有冇留意到佢剑尾嗰条长穗啊？千祈唔好以为累赘。其实有好大用处，因为同人兵戎相见嘅时候，可以用嚟扰乱对方嘅注意力，真系俾佢吉中一剑都唔知为乜事。环境对一个练武者嚟讲系非常之适合，想话唔成为武林名家都几难。嗱，呢种动作轻怪、充满劲力嘅通臂拳，就喺咁嘅环境之下修炼，所以风格系比较突出啲。醉拳你哋就见得多啦，醉剑相信你哋比较少见。无论醉乜嘢都好啦，外表睇嚟都好似饮醉酒咁样，其实佢一啲都冇醉。当佢跌低嗰阵，你以为佢顶唔顺啊？哈，咁你就分分钟都会领嘢。最剑的招式根本就是变化莫测的，主要就是以柔制刚。眼镜头应该睇得好清楚，呢位李志明先生亦都系冠军级人马嚟嘅，所以玩得咁生动全神。
如果忽然之间被人袭击，你会怎做呢？我们不如看看北京队的示范，只要学回三两招，无论在哪里都用得着的。鸭大家都见得多啦，但你哋有冇留意到佢哋嘅动静呢？行起上嚟摆下摆下咁样都几好姿势。我哋而家又睇下呢一位80岁嘅李恩贵，佢嘅动作同只鸭有咩分别呢？佢跟住嗰啲鸭嚟学嘢已经有几十年嘅啦，所以先至会成为鸭形拳嘅名家。这种拳由慢到快，由快又到慢，打起上来又逼真又生动。像不像只鸭啊？希望不要有姿势没有实际呢。亦都是武术家模仿的对象，这两只白鹤梗是在求婚都不定，讲掂数咁，不是点解咁开心啫？咁白鹤拳其实就是南拳的一种嚟，呢位仁兄的身材十足一只鹤咁，唔怪之得佢学得咁鬼似。嗱，你哋有时间都不妨学翻两三招啊！不过就千祈唔好变成打斋好唔好啦。狗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地龙嘅，咁所以狗拳正确嘅名咧系叫做地龙拳，亦都系南拳之一嚟嘅，主要就系着重双脚嘅运用。圆嗰阵时就好似棉花，而硬嗰阵时咧就好似铁一样。其中有一招咧就系递起只脚嘅，唔知正确嘅名称系咪叫做黄狗射尿咧？你哋有冇睇过赶狗入蓬房嗰种情形？呢度犬亦都有表现出嚟嘅。咁有养狗嘅朋友，不妨多啲观察下只狗，或者会学到几招新嘢都未定嘅。螳螂呢一种昆虫最突出嘅就系佢嗰对巨型嘅手臂，搵食都全靠佢噶啦。螳螂拳亦都系注重一对手嘅表现，腕力、臂力加埋膊头嘅力都要有翻咁上下，而且每一个动作都要好快就完成。学到未到家就千祈唔好献丑啊！如果唔系就变成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噶啦。
成只生马骝咁啊！啊，呢个人梗系饮咗好多酒，连企都企唔稳。嗯，佢哋玩乜嘢呢？原来个醉酒佬想捉住只生马骝，究竟捉唔捉到呢？捉到啦！人嘅手指虽然系冇鹰爪咁犀利，但系如果能够练成呢套鹰爪拳，都几难抵挡。鹰爪拳嘅特性系跳跃同埋翻腾嘅动作特别多，喺凶狠同埋快捷入边，仲蕴藏住机智同埋冷静嘅，十足嘅麻鹰对付佢哋嘅猎物一样。徐向东的鹰爪拳将鹰的形态表露无遗，麻鹰对付鸡仔真系易过借火，但系对付一条蛇就唔系咁易啦嘛。我哋而家不妨欣赏下鹰爪拳对蛇拳嘅搏斗啦。呢两位福建队嘅队员，佢哋将鹰同埋蛇嘅形象表现得好逼真。唔通呢条系四脚蛇嚟？岳王坟是在浙江省杭州西湖边，原来这位南宋的大英雄生前曾经创了一套形意拳，他是以五行拳来做基础，模仿十二种动物的形态编成的。现在表演着形意拳的就是冠军梁长卿，大家留心看清楚，他每一个动作都是模仿一样动物的。总括来说，这种拳是很有气势，每一拳都是充满劲力。形意拳既然是出自五行拳，而五行又是相生相克，所以在对打的时候，亦都是以金、木、水、
火、土，你做根据，攻有兵中，是好有节奏的一种打法嚟。八卦掌就是由董海川先生所创，董先生过了身百几年，他的徒弟李子明先生和其他喜欢八卦掌的人为了敬仰他，就建立了一个墓碑，最近董先生的墓碑已经搬了去北京，在墓碑上面还写了董先生一生的事迹，而李子明先生就不断向参观的人士讲解，他讲什么就听不到呢，大概就是讲他师傅生前的威水史都未定，咁当然八卦图亦都会系佢解释嘅内容之一嚟嘅。咁净系讲就冇乜瘾嘅，不如请位姑娘嚟示范一下啦。嗱，而家为大家示范八卦掌嘅就系冠军郭春燕。你哋有冇留意啊？佢入边嗰座金殿咧，系清朝吴三桂用青铜铸成嘅。咁至于八卦掌嘅特色咧，就是、马步稳健。虽然琴琴转咁走，但步法同埋掌法不断咁样变换，完全都冇凌乱嘅感觉。挂功夫除了掌法之外还有刀法，哇，把刀啊长就够晒长，方硬是远来来黑人争，这把刀都不是野小的，拎起它已经不容易，何况还要跟着八卦的方位来走动，不过可能八卦是女性的专长呢，即似乎玩得特别好咁喎。而家是八卦掌对练，咁双方在走位同埋推手之中变化对击。轻灵柔化，翻转多变，手法奇妙，这套戏既然是介绍中国武术，又怎可以少得气功呢？52岁的侯树英练功夫已经有45年，铜头铁臂、钢腿神臂大力士、中国气功王都是他的花名，认真够巴闭了。中国的气功其实已经流传了几千年，侯树英的气功是祖传的，看他现在表演什么先。首先就戴好条头巾，咬住条手巾仔，再加多条绳，难道这样才运到气上的头脑？好嘢喎，呢块大青石嘅石碑10公分厚，40公分宽，80公分高，叫你拎起都唔易啊！而侯树英用个头一顶就顶碎咗，真系唔讲得笑。石头嚟噶，咁用手掌拍烂嚿石，你都可以话都唔系太难啦。但用手指斩断牛石头呢，唔易啦啩？而家侯先生表演紧铁指神功，睇住啦！嘿，咦，嚿石幼啲啊？嗬，呢嚿粗啲啦啩？
一样斩瓜切菜咁，唔系法宝胶嚟噶。咁侯树英系一家六口，个个都身怀绝技嘅。呢一位就系佢太太孙素兰啦，手同脚下边都有一把锋利嘅刀。佢做成一条人桥之后，背脊就摆一块成200斤重嘅大石，再用个12斤重嘅大铁锤打落去，睇下有咩后果先。石断咗，但系孙素兰就一啲事都冇。跟住就到侯树英15岁嘅女侯春雪表演啦。首先就瞓喺地，然后咧就用张毡冚住，冚好咗啦，揿下个肚，哇！咁快脆就有咗气功到咯，有冇搞错啊？嗰块大木板200几斤嘅噃，哇！仲摆够2块添，吓仲未够啊？每嚿铁成40斤重嘅，咁一共系摆咗75嚿铁上去，再加埋啲木板嘅重量，岂不是有成几千斤重？真系想砸死佢咩？仲可以喐添噃，的确系唔到你唔服啦。睇过侯氏家族咁精彩嘅表演，你哋知唔知道佢哋系苦练翻嚟嘅呢？嗱，佢哋嘅后院就系练功场，而家佢两子弟又喺度练习紧气功啦。后部的气功，哇，大大话话成寸粗的铁枝，但是不费吹灰之力将它咬断了。不要以为假嘢，你都好像侯先生这么大力都几乎咬不回正。这个就是侯树英的第二仔侯勇，今年就12岁，喉咙就是人的要害来，吉中一下分分钟都会没命的。但是侯勇呢，就居然可以抵受得住一支好硬的红缨枪插住个喉咙，颈上面仲摆咗5嚿硬砖，个老豆跟住再用个大铁锤打落去，咁相信侯先生咧就唔会话害死个仔嘅。系，冇错啦，啲砖就碎晒，缨枪亦都断埋，但系侯勇嘅喉咙就一啲损伤都冇。嗱，冇花架噶，唔信再睇翻下慢镜头。咁样搭合图化之后嘅，小朋友你哋千祈唔好学添啊！如果唔系，随时都会搞出人命嘅。呢一个就系侯树英嘅另外一个仔侯伟，佢爸爸将佢个头咁搞法，都算得系狠心。咁唔止话侯树英个头犀利，其实佢几个仔个头都咁犀利。呢一嚿大理石，两个人企上去都承得住。侯树英就将佢个大仔侯群好似倒挂金钩咁捉住，然后中米咁样中落个大石嗰度。你哋唔使怕噶，冇事噶。
系嚿石断咗啫。用块瓦片兜头咁样拍落去，一块，而家用两块，嘿，好似三块，穿啦，陈东尼，四块咯，咁细嘅十蚊仔啊，有啲真系连脑笋都未生得埋，而伟仔个头仲硬过瓦片，的确不可思议，还仲笑添，就算系大人一块都未必顶得顺啦，唔信你就即管试下，不过食完先喎，个头穿咗唔关人事噶。呢度就系南京体育馆，挨咗咁多年，当然系希望出人头地啦。所以好多武术队都会参加呢个全国嘅武术大赛。首先就系江苏队表演佢哋嘅拿手好戏岳家拳。呢套拳喺岳家小将呢套戏入边出现过噶啦。跟住就是浙江队的少林功法啦。动作整齐，风格突出，攞到集体项目冠军。所有参加大赛的运动员之中，王力的年纪是最小，只得11岁而已。不过出得嚟呢啲咁嘅大场面，当然有翻咁上下啦。他手上那支棍舞到出神入化，相信很多大人都不是他的皮，可能他生出就是学舞的材料。表演的嘛，好像黎真那样，招招都想攞命那样。我想他们那本字典里面真的没有温柔这两个字，是男人见到他们都怕了。这两个并不是扮演小丑的角色，是分别用醉拳和长拳来对打，一个就想跌想跌这样，而另一个呢就硬桥硬马，靠他手上来观众觉得挺有趣。
两个人斗智斗力，虽然是份属师兄弟，但是为了表演逼真，哼，都冇成讲的了。江队的女队员表演三只棍同埋棍嘅对打，如果唔够默契嘅话，唔止话会出走啊，仲好容易受伤添噶。几有名气，而家表演紧空手对单刀同枪嘅江苏队队员咧，就系嗰三位姓张嘅。嗱，其中有个头先用表演过醉拳同埋长拳，你哋认唔认得系边个？好似四川队呢三位队员，就系用盾牌刀对空手同枪，佢哋除咗技术高明，仲配合得好成熟添。介绍嘅就系江苏队三个员嘅搏斗，我哋又见到三军之一嘅张成忠啊，佢都算得系多才多艺，能够表演几个项目，当然唔系嘢少啦。喂，唔好咁认真啊，玩下好噶啦，好似当对手系仇人咁。都圆满结束了，北京队的男女队员又一次拿到全场冠军。总括来讲，武术这样中国文化遗产，透过体育竞技的形式，一定能够发扬光大，同时传到去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